对，今天是 Transpers 的尾牙。其实我觉得尾牙是这样子啦，要犒赏员工呢，应该要时常犒赏。所以我们今年吃饭吃太少，所以真的只能在一年到底的时候，哎，我们那个财务大大在那边，财务大大希望明年有多一点预算，可以是每个月都吃一次饭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啊，要不然一年只吃一次饭吃尾牙，这个对太那个了，我们应该要多聚聚，联络感情。好啦，所以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吃尾牙的小花絮吧。少一个人，完蛋了，很久没有反应过来。没有，你有发现这里空间？你是色盲，你不是全盲。没审哥，没审哥，没审哥，没审哥啦。好，没审哥，那你知道没审哥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你猜猜。我不知道。哎，不要，先不要录，先不要录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先不要录，先。我们刚离开的时候，梅森哥还在小办公室里面讲内部电话，忘记他了。你们好，超羞愧的，很羞愧，超羞愧。可是我们现在口径一致，是因为我们觉得梅森哥是跟他们一起出发过来的。是这样也是吧，对，肯定觉得，对，我们在犯人在那个串供的时候，你不要一直录，所以等一下梅森哥来录，哈，梅森哥，我们以为你是跟他们一起过来的。好，可以的。其实有时候一包也是很少的钱，所以今年我们就决定就来，今年有赚嘛，就是不要这么亏嘛，就是小赚，就直接用发的，比较直接一点，就不用再这个抽奖了。哎，很开心，就是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老面孔，然后有一些新面孔，那老面孔呢特别感动，就是真的是很好。还好不是我哎，对啊，一路走来公司，这么老，对啊，现在每个人都是年轻，不容易啊，就是经营一家公司风风雨雨，要从这个亏很多到打平到小赚，都是一个过程。那很开心，就是有大家一起见证这个历史的记录这样子。那我最近也在想说，这公司到底要做多久了？我跟 Timmy 讲说，我觉得我活得到八十岁。我今天也有跟 Ash 稍微提到，我说我活得到八十岁，然后我现在37岁，我说至少 Transpers 我要再做40年，那为什么要做这么久呢？当然大家想要提早退休的，希望都可以提早，都希望就是能够把这公司做得很长久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大，就是一年半载、5年、10年是做不完的，所以做到我死了之后，反正还会有人继续把它做下去。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很明确，就是协助公司跟企业达到世界级的产品服务，协助他们销售到世界各地，然后跟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一起工作，这样子的发展，这就是我们的企业的 mission。然后谢谢大家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的努力，好，让我们真的就是今年比较稳下来，不用担心薪水发不出去。其实好多时候，其实你知道去年的11、12月真的都是薪水发不出去，然后就忽然弄个课程，我有存一点钱了，然后忽然什么事情？前年十一月，然后忽然又一件事什么事情，然后又撑过去，客人又进2、3个又撑过去，其实好多时间点真的是薪水快发不出来，然后还好就是大家都一直撑着，然后也很幸运的都没有真正到薪水发不出来的关系，所以也希望就是 Transpers 以后不要再有那个感觉好像薪水发不出来的那一天。好，就来做这个红包的发放。Bye.
司。嗨，谢谢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基本的酒钱，买酒钱，然后开心的吃这一餐。祝大家2019年、有一个非常顺利跟开心然后的一年，但说真的开心是自己的选择、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有开心跟不开心的一面，那希望大家在每一刻的选择的时候都能选择开心，然后希望你新年快乐，拜拜。那真的不干脆了。